新年，有人回家过年，有人回家挣钱。如果呢，你也想一天的话呢，有个1800的收入，那么可以看一下子我手上这一款这个神奇的飞天娃娃，拿的话呢2块多一个，通过人体物理感应的，特别好玩。像这款这个小球球也是2块多，那么特别柔软，不会伤手。那么像这一款的话呢，也是一样2块多。打开开关以后的话呢，三叶转起来，那么它就可以在空中飞翔，对不对？通过你的人体物体这样去感应，很好玩的，大朋友小朋友特别喜欢的。2块多你带回家，回家的话呢，你做个10几、20几这种模式，是不是属于很热销呢？对不对？你想停下来的话呢，侧面一抓着它，用你的手一荡就可以。咱们家这个话呢，它是属于柔软工业制作出来的，亚克力材质做出来的，抗摔耐造，摔不坏。那么没有电的话呢，直接去充电就可以，看到没有？充电口的话呢，都是搭配齐全的。这一款这个小公主2块多，这也是2块多。我身后的话呢，这边就这些各种的小男生、小女生喜欢的款式的话呢，在咱们家的话呢，2块多。现在的话呢，做一个新年套餐，1499，你可以带走600个这种各种的飞天玩具，那么还不够，那么再给来上一个大型的无人机，1499，你总共带走601个飞天玩具，在咱们家拿货，卖掉是你的，卖不掉给我拿回来。